果要一直恶意抹黑造谣我，然后要去把这件事情就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，那丢妹也是不允许的，没有什么好攻击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我有做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就是说真的，我就自己就是错了，那我没有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抹黑我，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，你懂吗？也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事实胜于雄辩啦，同行的竞争难免都会有，那我们是良性的，这样就好。那如果针对是不良性的部分，那丢妹当然也不会，也不是吃素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针对那个恶意抹黑造谣这件事情，我其实我是觉得真的蛮好笑的。然后你们问我会不会哭，我是没有什么好哭的，为什么要哭，对不对？你们这直播五年来我哭也是你们只有看过一次，喝酒失态的时候。对啊，我遇到问题我不会说丢丢，真说真的啦，我遇到问题我不会去逃避，然后我也会跟你们讲正确的观念知识。那真的像真的就像有些网友讲的，他们公布的发票不是我们公司的发票，我跟你讲，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，然后也不需要有什么好哭的，你们不要把女生看得那么的软弱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遇到事情我有退缩过吗？如果要一直恶意抹黑造谣我，然后要去把这件事情就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，那丢妹也是不允许的，没有什么好攻击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我有做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就是说真的，我就自己就是错了，那我没有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抹黑我，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，你懂吗？也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事实胜于雄辩啦，同行的竞争难免都会有，那我们是良性的，这样就好。那如果针对是不良性的部分，那丢妹当然也不会，也不是吃素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卫生局的人有来公司了，好，就卫生局的两位小姐，他们有来公司，所有的资料他们要的丢妹已经全部提供给卫生局的人带回去，让他们去做公正的、公平公正的做评判。医务管理署有看到吗？输入许可证通知，来再看一次哦。卫生福利部食品医务管理署输入许可通知，来品项这里有写炒虾仁，那张是什么？来听好，医药来卫生署福利食品药物管理署 FDA 就是证明，好，这个我们的炒虾仁来是经由合法报关通关，输入许可证，然后来可以做贩售的，如果检验不过是无法进口的。我进口的品项不是带头炒虾哦，我进口的品项是怎么来？冷冻炒虾仁，冷冻炒虾仁就是没有再做加工，没有再做二次加工，这个就是炒虾仁。我们的检验报告，我的炒虾仁是什么？虾是什么？虾类来，对方攻击丢妹的是什么？对方攻击丢妹是什么？我的超标，这一张是对手，就是攻击丢妹、抹黑丢妹的，他检验出来的东西，很好笑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怪怪的？我的长这样子，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这一张遮起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遮起来？这样你懂吗？